小春花在想我，你疯了，来这干什么？小春花担心我，可是，在哥哥心里，有小春花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 哥哥怕你百花结发作，所以不敢找你，但是我又忍不住想你，所以就只能这样见面了。凤鸣山庄太危险了，你赶紧走。 百花结的毒性明显有所缓解，是不是因为你这几天没有想哥哥？是雪莲子，我才没有想你。 春花，春花，你睡了吗？春花，春花，春花，开门呐！春花，春花，这次轮到妹妹舍身救哥哥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种话？春花，开门呐！ 上盟主稍安勿躁，也许是春花姑娘睡得太沉，我先进去看看。春花姑娘，恕在下无礼。春花姑娘，上盟主听到你呼痛，担心你毒发，赶紧催我来看一看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什么事儿啊，一切都挺好的。你们知道的嘛。 我是在说梦话呢。既然没事，姑娘早点休息。我刚刚就应该把门打开，让他们进来宰了你。你舍不得，还是说你想让他们看见你我同床共枕呢？